第二题，请听题：麋鹿两个字有多少笔画？先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又输了，你有狠的话，今天一天输到底。摸一迷勒雾路，我们连答题的资格都没有。几画？28。正确答案是28。厉害耶。好，第二轮这个题目是多选题。麋鹿会通过哪些方式来争取配偶？ A. 鹿头挂草。 B. 相互撕咬。 C. 鸣叫。 D. 像老绵羊一样的咩咩叫。来，你们不要讨论，因为他不会赢的，不会赢的。你们讨论所有的正确答案都没有意义，讨论完了以后也答不出来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我跟你说，你先出，你说就这个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他说他赢不赢啊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好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们俩站起来，你们俩站起来，背对背往上举啊！石头剪刀布，没救了。我就不信了，再来一次。张正美，你教他。我教拿水吗？不是啊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再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不行不行，不是，看来我的气场只能跟我们哥那个持平而已。